说买回鱼来不要卖了，爷爷奶奶舍不得吃，好像又给这个山里面这个，好像是人家这个说过生日了，我天，着急，昨天晚上就要过来买了，冻在冰柜里面拔不出来，今天一早过来买来了，过生日想吃鱼就卖给他。山里面就是这种，你卖给他不卖给别人，又让别人说，还不如不要卖了。起床了，高兴。起床，晚上有点冷，妈妈给戴的手套汗。起来你也不哭。烧鸡，烧鸡，烧鸡，烧鸡。你妈妈又去厕所了，是吧？爸爸把你抱下去吧。你看你妈这个傻货，晚上给你戴的手套，哎呀，怕冷了。咦，哎呀，你咋了？哎，这么淡定，高兴，来，爸爸抱你出去，来，起来，高兴起来了。哎，妈妈，妈妈回来了，妈妈回来了。手机，快点吃，吃完走了。高兴咋了？高兴，高兴，你咋了？老天见你带带带带带带咋了？哎，你是咋着好了？哎呀，爷爷了，小姐，爷爷了。没有吗？叔叔了，割草去了？没有。去哪了？弄地去了。行，那今天下面应该不干活的了吧？没有呀。今天也不能干，明天干吧。我明天干。啊，那咱们今天回去把瓷砖买上啊。今天买上，手机，今天下午买，明天早早的咱们就过来了啊。乐乐，今天就不带你回去了。啥？你不告你？今天就不带你回去了，明天就来了，就在这儿待着。去。对，在这儿待着。本来回去向你洗一澡了，过两天吧。走了。哎呀，烧鸡呀！哎呀，你要干啥？漂亮。漂亮。臭没有啊！走了走了走了，快走了。哎，这关的还老好。等一下啊。走了。来。哎呀，这个狗狗知道不引它了，不带它了，也是气的。哎呀，高兴，你是不想回？不行，跟乐乐都把你放到山上算了。然，出发。这姑姑又去博卡拉呀，这是，也是山上待不住你的。动不动就想往回跑。叔叔有，好像是那个不拿了，挂不拿了。那挂里面装的啥了？啥也不装的。走了。叔叔是不知道是给谁家里面又帮忙去了。安地去了，本来今天山下能干活了，结果瓷砖没了，得回去赶紧买瓷砖了，上次一车没拉了。好了。明天就回来了嘛，明天早上就你安顿给叔叔，明天早上他们直接过去干活就行了啊。走开了，拉了一桶水干。小姐还搞了一桶水，爷爷给拿的。
走了。他咋的位置？高兴，不带你了，拜拜。你跟乐乐就在太爷爷照。拜拜。拜拜。生气了。嗯，生气了，你看。爸爸，看。生气了。生气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不要吃多少菜。爷爷奶奶拿出一下哈。好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哭呀哭呀哭呀，赶紧抱一下，哭呀，不能戏，逗一下逗。阿哥，逗一下逗哭。亲个，亲一下太爷爷走了。亲过了，一个亲过，爷爷亲。走了。高兴，哎，醒了，今天谁开车？爸爸好走了个路上，搭了个送车的，说是会开车的，以前就是司机。哎呀，我说，终于解放了，搭个送车不能白搭啊，开车、啊。哎呀，那给我开到博卡了，回来了，回来。歇稍微歇一下，买瓷砖去。哎，妹妹在家了，做饭的了。哎，大高兴，哎，高兴，哎，这是家里面有个人还收拾一下，挺利剑。骑自行车摔了。骑得慢一点，小姐。哎，我看，手也戳破了。那骑多快嘛？嗯。让自己擦，让他自己拿酒精擦，或者你擦。哈哈。对自己擦不疼。郭鑫，咋了？这咋看？从哪儿摔的？这个路边。小姐，你让妹妹先从那个平的路上骑，她就在那个土堆里面骑，能不摔跤了？土堆里面我都骑不了。你看她哪里注意些？这边注意。把她着急的呀。胳膊跟腿都摔了。骑的时候，小姐。在那个平的路上骑，平的路上固着了以后，才能在这个土里面骑的，是吧？不在直路上骑，这就和开车一样，那平路上不开，放在沙漠里面开去了，能开了。你是还大了，裤子，姐姐大裤子。走吧，小姐。等一下。我知道，让跟妹妹带着，咱们俩去买地板砖。他这么不舒服，在屋里面待着嘛，把门锁住。这个大理的木兰山，哎呀，木兰山